仇者联盟全员集合，不是要拯救地球，而是帮忙筹办婚宴。Stark, you got the perimeter. Anything gets more than three blocks out, you turn it back or you turn it to ash. Can you give me a lift? Right, better clench up, Legolas. 正当大家还搞不清楚状况，钢铁人伴郎先进场。手机照相机。紧接着，新郎新娘现身，引起全场欢呼。特地借来的钢铁衣不止胸前方舟反应炉，眼睛和掌心也都装上 LED 灯泡。不过为了要塞进这一套钢铁衣，新郎三个月内减重11公斤。本来瘦6-7公斤是为了那个拍婚纱照，结果后来为了穿钢铁还要再多瘦3-4公斤。最痛苦的就是在于那个喜宴快结束的时候，那个完全没办法坐下来，好，然后也没办法尿尿，坐也坐不下去。因为这种东西太硬了。筹备了3个多月的婚礼，现场宾客拍手叫好，也成了他们永远的回忆。记者苏有雅，南投报道。